是吗？一起打那个，大家快吃些药草。小心他打过来了，越打越顺了。随便打是吗？不不，一起打，大家快越打越顺了。
这里有什么东西？是妖怪？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之内。 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，为何如此暴力？ 先回村子吧。 Thank you.
明秀姑娘孤身一人前去剿灭妖兽，未免有些危险，可我们刚刚获得了邪教分舵的线索，如果不尽早赶去，恐怕对方会得讯逃脱。若是真有妖兽，我洛家绝不能袖手旁观。明姑娘，还请你稍等几日，我和你同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明秀自小除妖，并非一般弱智女流，洛家主放心，我一人足可应付。多绣几幅，给小张子买糖吃。手中剑如一生，除了鞘怎能回头，光阴的包袱沉重，装下多少蹉跎，忽然狂风卷起滚滚恩仇，爱比夜色浓重，念咒的人没紧锁，阡陌迂回迷宫，闭上眼用心看破。